你是不是真的什么都看不见？嗯，是真的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如果你看不见，是不是一片漆黑？不是，黑色也是颜色，我是看不见颜色的。那如果不是黑色，你看见什么呢？很难解释。哎呀，他是个瞎子，所以他什么都看不见嘛。你们干嘛一直问？来，我讲给你们听啊。把你的手给我。好，你们看啊，这是他的手势啊。他可以用手去摸，东西是硬的还是软的，他可以摸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，手是看不见的，明白吗？你不能用手去看，所以不能说手看见了黑色。假使你是个瞎子，就是这样，没有黑色，没有颜色，什么都不再有了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哎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。